紧身上衣、短热裤，统一师啦啦队 Uni Girls 劲歌热舞，炒热气氛。暌违七年拿下总冠军，在主场台南市车队游行庆祝。球星们在双层巴士上一边欢呼，一边拿出手机录影，结束南美馆行程，继续车队游行。双层巴士满载球星行驶在台南市区，球迷也骑着摩托车跟在后头，形成贪食蛇车队，目标安平区的天后宫。总教练林月平带队来天后宫，庙方也大阵仗放鞭炮欢迎，这都是因为统一师拿下总冠军前曾经来跟妈祖许愿，最后果然拿下总冠军，当然得来拜拜还愿。今年从一路打到总冠军的一些心理路程，那分享给在台南市的市民，跟台南的一些年轻人啊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在地我有台南这座统一师队啊，我希望他们能够慢慢的来到球场，来跟我们一起享受棒球时光，这样这个传统如果将来我慢慢建立，希望每年统一师都赢得冠军。持棒冠军统一师队还愿完终点站市立棒球场举办大型球迷见面会，感谢球迷一路力挺，明年再拼一次总冠军。记者赖冠章、王书鸿台南报道。捍卫言论自由到底，抢救中天，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，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。